原助理下班了？他已经走了，但是他的工资还没拿。我已经下班了，这个不要了吗？当然要啊，钱我已经拿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说了，别喝了。我还有啊。我也喜欢你。是不是我优秀一点，你就会更喜欢我了？好了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走。知不知道我努力赚钱，我想要解除婚约，我都是为了谁啊？我都是为了你啊，修哲哥。修哲哥。修哲哥。月月，不要难过，还有一整片森林在等着你呢。既然全世界都伤害我，那我就要去伤害全世界。我要做渣女。
我要做海王，我要去摸鱼。哼，还是让我去上班吧。上班。哎，小圆姐，早啊。早啊，桂爷。哎，桂爷。哎，昨天是谁送我回来的？进城啊。说碰到你那个师傅送你回来，他看到你喝成那个样子，还被人抱着，那大发雷霆，限制你3天不能出家门，在家好好闭门思过。也太老土了吧！这都什么年代了？果然是年纪大的人思想也老土。哎，关门！开门！把门打开，不让您出去。您说您，哎呀，开门，开，开门。啊！这灵魂。哦，开门。哎呦，你就帮我把门打开吧，我真的我还要去上班呢。哎呀，小圆姐，这次我是真帮不了您了。你说如果你离开，那就是我的失职，那我一失职我就没了饭碗，我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刚过门的媳妇，我太难了。别说话。我太难了。开门。关门。挺好使。怎么办？要迟到了呀！